前大桥下有过一群鸭，快来快来数一数，二四六七八，呱呱呱呱。桥下有过一群鸭，他还记得你吗？医生说他的智商退回到了五六岁。你还真打算照顾他一辈子？对啊，这是我和他的约定。呱呱呱呱，阿姨，我不要我这种玩具，我是纯爷们，我要奥特曼。好，我给你去买。阿姨，我想上厕所，我一个人怕。好，我陪你去。阿姨，我睡不着，我想听故事。那我们今天就讲汤姆。好。阿姨，我饿。好，我去给你做饭。好难吃。没事没事，加点味精就鲜了。别，还是好难吃啊。对不起，我什么都不会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努力照顾好你的。阿姨，你不要上班了，我一个人在家好无聊。乖乖在这看我上班啊。老板，最近你上班没精打采，还带陌生人进来，我看你是不想干了吧。不是，老板，我不许你欺负他，我打你哦。哎呀，他敢打我。哎，你再收我个姿势，你再收我个姿势，小妹，啥也别说了，去财务室结账吧。阿姨，你今天怎么不开心？你到底要照顾他多久？你现在工作也没有，朋友也没有，你到底要把自己弄得多惨才肯收手？哥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照顾好他，我离不开他。那家人呢？我们全家马上就要出国了，你是选择他还是选择家人？我不知道，我根本无法想象，如果没有他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爱他，我要跟他在一起。他现在就是个熊孩子，他能照顾得了你吗？他能给你幸福吗？哥，你说的好有道理。那我应该怎么做？你只要买台苏泊尔深呼吸电压力锅给他，他就能轻松照顾自己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你看他操作简单方便，整板触摸，背光引导，中途夹菜，收汁提味，最重要的还是有深呼吸烹饪技术，真正做到不加味精也一样香哦，屌不屌？好香啊！那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很好，你又学会了新技能，人也成熟了不少，是时候独自面对生活的挑战了。而且你看，他在呼吸耶，你就当是我在你身边呼吸吧。一个人要好好加油。小美出国后，和家人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，而小白也过得特别开心，因为他成为大厨，月薪过万，有房有车，粉丝万千，走上人生巅峰，屌不屌？一点也看不出来是给苏泊尔深呼吸电压力锅做广告呢。是啊是啊，而且导演至尊玉长得跟梁朝伟一模一样。真的吗？好想做他女朋友啊。导演，够了吗？